老人家，像这个时候，年轻人都出去干活了，只有老人家在家里面种地呀、啊，种谷子，种一点菜。因为我是土楼旅游第一个开发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从八十年代的时候啊，有个别人到这里。那时候的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就。这个租期他一年就现在一间房子就100块租给他，没有，我们农民村民一点都没有，里面来一个人要50块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没分的，什么公司拿去的，就房间给你们租的。整个村子除了我这个饭店之外，里面整个楼都买纪念品，这饭店是我一家，这土楼里面是。